那个汤消进去，消滚了，这米放下去，再捞起来，捞起来再放里面浸就浸去就好，浸好了，再放那什么，去热去就好了。醋就是一个圆的东东啊。我在老家喂，跟我妈住喂，在我小辈住的喂，这个鸡翅哇，农村里像这个就。这个饭果咬下去很有劲道的，就是。然后这里面的菜是有那个左笋啊，还有那个豌豆和那个豆芽哈，都是很鲜的。然后，味道很鲜美的，一年吃一次，感觉特别好吃。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立夏的一个氛围嘛。因为包括里面也有很多这种像这种立夏这种食蔬，好像以前也听爸爸他们说，就是夏天吃的比较扛饿嘛，农忙季节。